万峦大桥的吊点。其中一个点。万峦乡浓情巧克力爱情庄园啊，爱情巧克力浓情庄园。这有那种吗？
要转185啊，要转9000。好姐，清水公园103农。系啊。对啊，这样就是当地入宿区啊。所以资源要备齐，啊，无这上山老啦，要水无水，要热量无热量，要跑无跑。走啊！
无放，无放啊！请问那个瀑布在上面吗？瀑布哪里啊？瀑布马氏瀑布。马氏瀑布。哎。啊，走错了啦！你去这边啊。这边是万安呢。啊，马氏瀑布在哪里？马氏，你要从那个下部落啦。不是这边。这个是万安的呢。这边海拔很高了哈。对。我说那个100多，怎么爬到那么高还没有看到？没有，你再走上去就快到瀑布了，那是万安的。哦，万安瀑布。对。哦，那我们大概几公里啊？快要了，300。没有。没有。300。哦，300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你住在上面了？没有了，我你们那个脚踏车是你们的。对啊。我坐骑。对，那我们骑不上来的。对啊。对啊。那个那边有没有？可以穿到高雄。高雄啊，啊，你上海这边做什么？田里了。哦，工作。好，谢谢。视野越来越开阔了。宫顶啊，我买 Google 去，那高雄市就伫遐遐，高雄市区啊，那有看会到啊，啊雾啊，遮大雾，一工，去耶，一工，万安瀑布。今天起的浓雾，哦，安对啊，沿路起来，然后底下路的啊，有制高点啊，结山草啊，那个北啊，我们在这边万安这边的海拔572，找不到万安瀑布，而那个马氏瀑布在下面海拔184公尺，我们刚才已经错过了，我们现在往回走。这就是万安瀑布啦！哎，有高山啦，有台湾猕猴啊，啾啾啾！哎，万安瀑布上面有台湾猕猴，这边海拔多少？528。哦，你害我们又走了50几海拔，这明明就是万安瀑布，你要说不是？人家原住民朋友也说这个就是万安瀑布。没有，跟我脚面差不多一样大而已。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啦。那如果我憋尿再尿的话，现在是枯水期啊，见不着。你别在那讲啊，伊也是雨季充沛的时阵，是做大港的。你怎么急上来了？你要急去哪里？
我们也是骑，本来要骑那个马斯瀑布，然后已经错过了，在前面那边184海拔，这边已经570多。过去看不到景。嘿，哎、欸、对呀，导航错误啊！你也是靠 Google 导航来的吗？我是翻车，啊，上面很硬呢、欸，上面。啊，硬到天啊！对呀、啊，啊，因为天色快暗了。没有，我设定1个小时。一个小时而已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嗯。车子就比较方便多了，我们没有车子。有啦，有那种小的平台，唔知使用吗？有一点点小平台啊，可以回转一下看看啊。嘿，有一个小平台啊。一点点而已。它视野很好啊，有一个骑脚踏车的上去了，哦，他是从这边骑的啊，有一台车，他有回头吗？他在找小朋友嘛，哈。再找回头的路，是有比较小的。跟他讲，有啦，有跟他讲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头。啊，距离这边很远吗？不会，因为我这边好像没讯号，没头，又没讯号。对，讯号很差。我不敢坐，我会害怕，所以。啊，这个是骑脚踏车的，可能是骑脚踏车那一个。哦。有一个骑脚踏车的。啊，这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呀？没有啊，我们不要去找一个瀑布，在184公尺海拔那边，马斯社区那边的马斯瀑布啊。那我们就是跟他讲一个平台啊，如果他有在那个平台回头的话，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哦，谢谢。因为我想说，只是说如果他硬要找瀑布的话，可能又在。他有说他要去找瀑布啊？应该没有。小朋友说要一家看。我吓死，我不敢再上去了，就是我害怕死。小朋友说一直想要看。因为我儿子就是天天哦，因为他迟缓啊，可是他就是他爸爸很宠他，他要去哪里就要去哪里，可是他都不考虑我们会不会害怕啊。我每次走这个路我都害怕。是下面。有一个说那个184是马斯瀑布吧，下面有一个马斯社区那边有一个184啊，不过现在天色慢慢暗下来，所以如果说他有照我们讲的回头的话，应该很快就会下来。他如果说要再坚持找到瀑布的话，就不知道。我每次走这个路我都害怕要命，他每次都走那个。对，这个算是危险级。我们还走比这个更危险的，我都吓死了。可是我都讲都讲不听。到哦，没有，找不到。有看到一个小的瀑布。我就跟你讲说，走这一条路，一直走上去，有一个平台。有一个平台哦。对。哦。雪汤，蛤蜊汤。要不要？我讲话比较小心。
要多少钱？十七吗？对，是两个老板买一连加。潮州烧冷冰，冰淇淋啊？嘿，对，这个很啊。嗯，好，那边，嘿，我小，啊，你冰的，嘿，冰的。